赶紧想办法叫超强，绝对不要有超强 Q 版，等下灭去林迪，伊绝对会无命呢。好，我叫黄金毛，赶紧找人啦。你莫阁讲白贼啦啦！你是要骗死有人骗到什么时阵啊？伊原在根本就唔知讲你对阿强有企图，你就是要抓来做宰相。你即马有袂在讲啥？我身体这样，你是要转什么身啊？而且我即马什么心灵力都无，我要做转身术，我看我做面嘛较紧啦。莫话啦，啥你后壁乱讲啊你！你无能力，啊黄金嘞，黄金有你两条魂在的哦。陈忠信有讲，伊可能看到你甲黄金为着万生命。去冲突伫个山崖，迄个所在咧比来比去，袂输甲咧做发烧病咧。柯金讲吼，王文金吼也要做法，你做袂到，伊会替我代替你去处理的。金只是要一寡吼，表面功夫尔，伊吼也袂替我用什么转身术啦。你莫伫遐家己讲家己对，你今仔真正是吼，专干来找我麻烦的对。你非得啊，怕死了拢唔讲，对无？这就是你的本性。因为你这人，你足自私的，你为着你家己的性命，规家人拢死活，甲你拢无关系。非得吼，阿强，我也不爱顾啊啦。你若归去哦，到这病床倒死，我要带阿外来走。你唔通乱来哦！你不要跟超强吵吵，阿强。妈，你是在讲啥？什么你不爱管超强，啊，搁要跟超强吵吵？现在让我抓走的人是超强呢，啊，管超强什么代志啊？伊两个有啥物牵连？你家己问江道生啦。有看到无？有看伊这心虚的表情无？江道生，你会惊吼？我甲阿外带走，啊，你还是用心计较掠阿强，啊，就是白了工哦。啊，连你的战士术嘛变一场空，对无？果然阿强是你带出来，你要准备转身，要用阿外的命来赔。我绝对要让你死，让你无法度转身。我要把你的命收起来，我来去坐监，我这条命就跟你赔。我袂当去伤害到阿外啦，我这条命不要让他死，我来报阿外啦，你去死，你去死，你去死！啊啊啊啊你若要救阿强，你即马已经爱让伊死，你家己死，只无人看，你一定爱好死，我会出来担罪。妹弟，今仔日我这条命要甲伊赔。我讲哦，妹啊，即摆气消啊，你莫跟你乱。我对伊个超强是照顾得好势好势哦。这20多年来，我敢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诶？你唔通文章修补。你即马讲啥？你讲？你讲你甲阿强甲秀兰饲甲好好好，叫伊唔当温情修补，对伊来讲是会当温情是无？唔是，你只不过是饲一个新的勇气，就敢若当初时你修养无的同款。
你看，无的是这个，无钱无食去吃囡仔，伊若总讲死去也无人会要紧。你收伊来做全新的工具，阿强，伊就是后一个无的，伊就是你全新的对象。所以讲，伊这么疼惜超强，是有目的的。无的。伊疼惜阿娇，疼惜到无法无天。伊就是要阿娇无朋友，阿娇想要学啥，伊就赶紧去找一挂教练来教伊。伊惊啥？伊就是惊讲阿娇会去伤害到伊的身躯。伊毋是真是对恁母阿娇好。你唔听天天在乌白乱讲，我唔是这意思哦，我是真心照顾恁母仔，主要是因为你的命格。唔对，唔对，当年我要嫁予你的时阵，你阁有跨过超强的背离，迄当阵哦，你敢若特别欢喜，所以就表示讲超强对你真正是有用处的。对，伊甲草香饲甲肥肥肥，都是咧等囡仔哩。莫可因为草香伊伫个笼仔内，伊无法度出手，所以才将草香带出来，要来准备用真心，要来改这烂哥哥的身躯换掉。卖听伊讲哦。别弄假，伊起痟啊！伊头壳无清楚。不怪超强，伫咧看守所的时阵，都叫超越爱赶紧离开尴尬。那是因为伊知影，你若是要用伊的身躯来转生，超越就会无命，所以才一直叫伊离开。恁大家早就知影这个计划啊！都干了我一个人，戆戆啥物拢唔知影。你搁帮助伊甲我欺骗。伊当初我知影伊是江道贤的时阵，我都要离开安尼。是你对我半心肝，讲感情我才留落来。原来你早都已经无安好心，帮助伊咧骗我。其实咧。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过来去按摩伊。即马不管连阿我老母，伊也爱危险。我即马拢后悔袂赴啊，是我唔对，是嘞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你明明知影我若是继续留落来，从小注定是死路一条，你搁叫我留落来？这你才几年，想要把草上车用大的台死，人哪是江道生？你立马赶快！伊俩人，你都替伊把人关咧唔放，你这个拢是吃人血的妖怪，拢像恶鬼！是嘞，我知道我唔对，你们要处置我的血妖怪，马龙一定一害会死，我袂用害死阿我啦！草原是人，我好心都。人的心，那不是为着超越性命？你是不是可以继续骗我？秀兰，是嘞，是嘞，我猜我唔对，我就有悔。你们若敢出题，我都无话讲。江道生，你介意照顾阮母阿囝？为着就是要等超强大汉了后，甲抬死，让你转身。我一个糊涂的妈妈，差一点仔就把我的后事出袂掉啊！我甘愿排着杀人的罪名，
我唔该，让你看到我好心。给炮粉，绝对袂当可以，给他也抓走。我就去处理办新米，你哪不敢那乱七八糟？啊，这么喜欢呐？妇女老妇女拢知啊？啊，唔对啦，因拢知啊，咱的计划啦。啊，里面呢，对你该安怎？我无你遐尼假啰啦。看起来万新敏、丁伟官应该相信啊，林冠基甲白莹莹传过来啊。对啊，那即摆就会吼，来赶紧处理啊，愈慢处理啊，变化愈大啊。啊，这两个吼先甲关起来，袂当替我专心进前哦，敢放出来后边乱走。看到你会紧张，我就有机会当动手。阿强，你有要紧无？是谁在掠走呀？老爸兄弟，无要紧啦。阿妈知影我唔掠走的代志，伊就烦恼。拢怪我，进前唔捌代志，家代志愈不愈大空。失恋啦！你莫讲失恋啦，到底谁在掠走啦？当然是万长迄个痟的啦。真正是万条歪。阿强，我包括这件代志，看着是转心事，你敢有听到啥？先送去警察局啦，我等下警察局是讲是我偷鱼，我会追加一等的。阿强，真正不是你家己想要造出来。陈文耀，我无可能甲你骗啊，你爱相信我。我讲正经的，你爱相信我。讲，待算起来嘛是你的积分呢，你敢真正拢袂后悔？我讲呢，咱顾我家己啊。Boss， 丁九强。